家好，我是阿东病院张浩大医师。注射过 COVID-19 疫苗了后，会当预防感染、降低重症甲死亡的风险。目前全世界真济国拢咧全力提升 COVID-19 疫苗注射率，也毋过有诶国家就算注射率大大提升，确诊甲死亡诶人数煞无一定有大大降低。伫个遮爱特别提醒大家，千万毋通因为有注射过疫苗，都无注意防疫措施。防疫措施甲疫苗注射有共款的重要性，防疫无滴效药。唔管是毋是已经注射过 COVID-19 疫苗，拢爱挂好嘴暗，正确洗手，配合防疫措施，互咱继续落实防疫基本功，保护家己嘛，保护别人，共同守护健康家园。分享成功的经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，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是令人很兴奋的。富裕人生邀请您一同加入硬料华尔街。大家好，欢迎再次收看硬料华尔街。那今天这个行情呢非常好，对不对？指数呢继续涨，这个没有问题。所以现阶段的盘你说怎么解，我还是那一句老话，看量就对了。量没有说指数这个地方它会强势，它会慢慢涨，对不对？它会慢慢推，今天1770，继续往18000做挑战。量如果缩下来价再涨，那你就要跑。听得懂我的逻辑吗？逻辑还是一样哦，这个要涨，量要维持住，量缩价在涨，那你就要跑，懂我意思吗？那现在价在涨，量没有缩嘛，那什么意思？那代表这个行情还是可以做。我讲一个简单的逻辑哦，各位，今年过年是1月31号啦，那大概1月26号就要怎么样？25还26就要封关嘛。那这段期间呢，现在已经11月16号了，对不对？在这段期间，你觉得一月份整个市场大户因为要放年假嘛，对不对？那有一些大户一定会退场嘛，那他退场是最后一天才退吗？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哦，他一定不会是最后一天 才退，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，他都会提早退场。所以假设我们抓1月15号，大部分的大户要退场，就已经退的差不多了嘛。那现在呢，11月15号，16号，只剩下什么？只剩下2个月的时间。所以这2个月里面呢，很多的大户他会迫不及待，会大捞一笔。所以最近你会发现，当整个元宇宙的宏达电开始涨上来之后，市场的氛围就改变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已经涨了3倍哦，等于说新的投机的风潮再度出现。这个阶段你去谈什么基本面啊、EPS 啊，坦白来讲，那个不是最重要的重点。所以做股票有很多的面向，没有错，因为在这股票市场里面它这个学问很大，有各门各派，有武当的，有华商派的，对不对？有峨眉派的，一大堆派别。但是呢，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呢，这个基本面派的不见得有用，筹码面派的呢，跟这个未来题材想象面派的呢，可能会比较有利一点，因为现在资金很热，已经烧这锅水已经烧热了，原本大概30-40度而已，现在已经烧到多少？大概80-90度，就是说整锅水已经热起来了。那热起来的情况之下呢，他不会去管你说赚多少钱，只要你未来会赚钱，安内底后
哦，它就会开始飙，就这样子而已。所以现阶段操作我讲了，你要把有一些基本面的东西，哦，给它拿掉，不是说一定要赚钱或干嘛的。有一些就是越不赚钱它越会涨，因为只要未来会赚钱就好了。因为现在坦白来讲，你会赚钱的也不见得会涨，对不对？你像这个航运赚那么多钱，有没有股价还在这里，哦，那整个货柜的部分我讲了，哦，这个阶段我们有加码的，这里我都出掉了，对不对？我说要等第二次的机会嘛，给它筑底啊。今天有收红 K 棒哦，那我还是要观察一下，哦，因为这里面的人蛮杂的，懂我意思吗？啊，如果是一大堆又是这个来一下就跑的，来蹭一蹭的，哦，那我觉得先不要，好不好？我们再观察一下，就说今天你说这边可以进场，哎，我先不会冒这个风险啊。好，我先跟你讲，我不会冒这个风险，好，我多看几天。因为如果这波是真的要上去的话，那会一定会有个现象嘛。技术面派的他要跟你讲说什么，他会拿线跟你讲啊，你看啊，这个要突破啊，对不对？要突破年线啊，蓝色这一条啊，站稳之后再来看嘛。那如果真的会涨的话，那这一定会突破嘛，对不对？很简单的逻辑嘛。所以我们可以再等一下，就是说这一波如果真的是涨真的话，等于它是做一个 N 字形的上攻嘛。那现在 N 不 N 还看不出来，因为今天呢这个地方我坦白来跟你讲，啊，基本面都没问题啊。你用基本面的 看法来判定的话，我跟你讲这边就是超跌啊，绝对可以买。但是因为筹码面的关系哦，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去判断说这个地方它确定是不是确定有效转折，那你就要看今天这里的筹码有没有是这个地方买进去的人回来买。好，那如果说有的话呢，我比对过后，就说我今天我下午我比对一下这边的关键券商的筹码，因为这里买进的这一边有卖掉的，那代表什么意思？是这一波拉抬的主要的赢家嘛。那赢家如果现在再回来买，那可不可以跟？当然可以跟。那如果说不是赢家干的，不是这一波赢家干的，是比较陌生的或是比较短线来蹭的，那就看看就好。你懂我要表达逻辑吗？所以我说我今天会比对一下，哦，搞不好明天呢我会送给各位一份关键资料。如果我就会确定没问题的话，这搞不好后面怎么样我们会再介入，哦，再重新把它拉回来操作。但是今天我没有动作了，我坦白跟你讲我今天没有动作，因为我下午要做确定做这件事情，比对完之后我才跟你讲。那只要确定有的话，那其实这个都可以做了，懂我意思吗？只要确定有的话，这三档是一体的嘛，这一定都会做，懂我意思吗？好，那就等下午公告之后，我晚上我做一些功课，然后再跟几个朋友确认一下没有问题，我们再来动作，好不好？要做货柜三雄的这次的机会有没有机会，你等我今天晚上的结论。好，那我们回到其他股票的部分，就说你现在你去注意这些标的呢，这个着重基本面的话其实也做得蛮辛苦的，但是呢你着重的是比较它未来有转机性的话呢，我相信这段期间的操作，啊，大家会觉得很快乐。宏达电这一波飙了三倍之后，我跟你讲这边开始震都合理啦，懂我意思吗？这边震都开始合理，而且跌不见得不好，哦，因为跌还是有人在当冲啊，有人是放空的嘛，对不对啊？他今天也赚钱啊，所以这股票不会死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因为他这边的一个活泼度够啊，有人去空啊，有人补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如果有一天里面的人哦去把你诱空，就说你当天去当冲放空之后，他突然又急拉上来呢，那等于你这边买掉的人会回补嘛，那一回补可能又有很大的一个力道。所以短线上来看呢，涨那么多涨了三倍之后他休息合理，啊，但是不是结束，这个题材不会那么快结束了。因为如果是结束的话应该是全面性的下跌，但是你有没有看到预创，我跟大家讲的预创有没有啊？你看今天预创这关紧闭啊，对不对？这关紧闭啊，今天还是怎么样亮灯涨停再创高。所以我讲了，现在的股票，啊，被关紧闭不见得是坏事，你关紧闭这些大户比较好控制啊，你这种放出来有没有，放出来人就多了嘛，就砸了嘛，对不对？每天二十几万张十几万张，当冲的人又那么多，所以主力不好控啊，这种比较好控啊。所以从它也可以看出来，就是说这整个题材并没有改变。你看这个阶段我从这里跟各位讲，对不对？一路坚持上来，
到今天再创新高价，这个阶段涨了多少？有没有超过一倍了？所以为什么说你会发现最近股票好容易飙哦？为什么？特定大户又回来了。你不要等到明年第一季，然后跟那个报纸媒体跟你讲说，哇，十月份、十一月份、十二月份股市大户回笼，那早就事后的东西了。你现在就可以感受到，你应该就可以感受到，就是说真的有人回来。所以我说你要好好的去把握住过年前的这一段，啊，好好跟着做好不好？股票我不会乱给你的，我最近我给大家股票，你自己回头看看有没有帮助到大家。我跟各位讲的6237的华讯，华讯今天还有新高价啊，我哪里跟你讲的？我这边跟各位讲的啊，我给大家股票这个阶段你看看我有没有帮助到你，你们自己看好不好啊？你们自己看，我也不要老王卖瓜自卖自夸。我跟大家讲的威盛，对不对？2388的威盛，你们自己看我有没有帮助到你。就算今天跌啦，你跟我买进，你跟我买进的价格差了多少，我有没有帮助到你，对不对？你们自己看好不好？那你也不要担心说这个行情有什么样的太大问题。我跟各位讲哦，这个行情啊，来到这个地方可用之兵还很多，还很多。涨到17700点哦，不是所有股票都涨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还有很多是没涨的。那这一波我觉得啦，最近呢让指数继续攻击向上的工程是谁？是联发科嘛，对吧？联发科又重返千金嘛，今天报纸都有写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就是说整个金融股的部分呢也开始涨。你看像这个2884的玉山金，各位你自己看一下玉山金有没有注意到，这已经短线上来了。它为什么会涨？因为它开了法说之后，法人很看好啊，它就继续涨。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金融股指数的部分呢，最近来讲它就是怎么样，过高了，对不对？你自己看看电子股呢也过高了，对吧？那为什么你说大盘没有过高？因为它还没过高嘛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它现在是把空间腾出来，它可能会演最后一棒。就是什么最后一棒？就是要加速冲刺过18000的时候会涨到台积电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啊，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再来买股票。现在指数会涨靠的不是台积电，这是很好的现象啊。如果靠台积电的话，我跟你讲哦，你就看台积电表演就好了啦。你要嘛就买台积电，要嘛就看它表演。这种行情我相信过去我们大家都体验过，就是说全市场好像只有台积电在涨，其他股票都不太会动的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跟现在差很多吧？现在是很多股票在涨啊，台积电没什么动，啊，这个很好啊，这哪里不好？对吧？他把空间腾出来让其他人去做表现，这不是好事情吗？这是好事情啊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你说指数会不会创高？我觉得各位会啦，因为台积电跟鸿海都还没动到嘛，啊，这两个一动呢，一定过的啦。那现在还没动而已嘛，还没动，那还有机会。而且散户的部分你自己看哦，过去在高点的时候融资增加幅度是这样子啊，你有没有看到红色的柱体？有没有知道？每天啊，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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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那么多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反指标讯号出现了。那你说现在散户有没有过热？看指数在涨哦，也不敢买太多，就是每天增加一点点而已。但是你会发现好多股票都很飙。所以你说这行情过热了没有？还没过热，因为还没有出现像这样子的一个增幅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一旦出现这样的增幅，你就要小心。目前是还是这样子嘛，代表什么意思？散户还没过热，还没过热就代表说什么意思？这个行情还没结束。所以你要专注的就是说，哪些关键的题材会轮动的，那我们尽量去把这些个股找出来，然后一起来赚钱，对吧？那怎么做？我相信各位，你最近你看我节目的，你都有掌握到这个市场的轮动。第一个元宇宙飙上来之后，我一直提醒大家要注意整个半导体的部分，半导体制造的跟 IC 设计的，这个是接下来资金转往的方向。很多人不相信，对不对？你回想一下 就是这一两个礼拜的事情，我跟你讲的时候一开始你也觉得半信半疑啊，然后突然到了有一天莫名其妙这个 IC 设计开始攻了，半导体很多股票开始涨了，你回头想想看我讲的话好像也有点道理，对不对？
所以我讲了，很多人看我节目啊，一开始的时候会抱持着怀疑，我觉得很正常，因为我讲的话跟市场上一些人看法都不太一样。哦，我的观点就是跟别人不太一样。同样一件事情啊 ，A 那个 A 说啊，这是对的，那我看法是不见得是对的。我觉得凡事都是一体两面，你要去用很多不同的面向去看，然后才会得出一个结论。这跟我们做人处事都是一样的啊，包括你跟你的老公相处，跟你的老婆相处，啊，有一些事情的争执点，会吵架嘛？那吵架的点是什么？你跟他看法不一样才会吵架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 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话，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子的话，我觉得你这个夫妻生活应该也很难维持得住啊。所以最好的改善方法是什么？你要站在他的立场帮他想想看。好，你在这一面看到的东西是长这个样子，可是你在这一面看到的东西长这个样子，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绕过来看一下他看到的东西是什么，懂我意思吗？啊，你愿意做这个动作的话，我相信对方也会愿意绕到你这边来看一下，那问题就解决了。啊，股票市场也是一样，很多事情单一事件有很多不同的面向，你要从不同的角度去做分析，去做探讨，然后得出一个结论。当很多人在封元宇宙的时候，我的思维已经跳出来了，我已经跟各位预告接下来一定是涨半导体，一定是涨 IC 设计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后来带各位布局了什么，我请大家去买光照，这是我推荐给大家的股票，对吧？这是半导体的部分，该讲的基本面题材面都我该讲我都讲了，对不对？那股价有没有涨上来你们自己看，今天是创新高价的，那这样子的做法有没有帮助到各位，你们自己看，好，自己判断。然后呢，我再跟各位讲半导体 IC 设计要注意，对不对？那神权的部分飙升黑马，它是不是近期的黑马，对不对？我给各位之后你自己看看股价走势是不是连续喷出，没有错吧？是不是连续喷出IC 设计啊，这样子的做法有没有帮助到大家，你们自己判断好不好。然后再来到昨天我跟各位讲说你要注意这档股票啊，下一档的龙王标股，我从上个礼拜五的节目啊，包括你假日你看到的节目，我就请大家来扫描 QR code， 我对它的形容是什么，我说这档是龙王标股，还记得我念的那一首啊，这个算也不算诗啦，就是有几个成语组合起来的。我说它叫龙困浅滩，天降甘霖，对吧？接下来就是飞龙在天。啊，为什么龙困浅滩？就它的获利不是很好。啊，为什么天降甘霖？因为它有转机，所以有转机的题材来的情况之下，我讲它后面会怎么样？会飞龙在天嘛？你看我上礼拜节目我是这样跟各位讲的，好，所以我说它是龙王标股，龙王标股，我昨天我讲了，它今天还会继续涨，我们跟你预告，这个要看 VCR 吗？不用吧，我今天早上有一场直播啊，搞得整天都很忙，所以我也没有时间去剪这个袋子啊。你如果要看的话，你就看我昨天的重播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你可以上全球财经台的官网，你去看一下。啊，王老师昨天怎么跟你讲这档股票的？那我相信各位我也给你看了啦。我说这就是跟 WiFi 6有关系，对不对？跟 WiFi 6有关系。那我也跟你这样子，我说明天我们再来印证，因为我说了他今天，我昨天跟你讲他今天还会继续涨。啊，你说老师啊，你怎么那么有自信？对不对？啊，我如果没有那么有自信，我有什么资格带着你操作？对不对？啊，你说啊，老师啊，为什么你觉得它为什么你觉得它会涨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什么今天真的会涨？啊，各位，如果我跟你讲的话，你就来当老师就好了，我跟着你做就好了，对吧？我还是要留一些东西嘛，对不对？看看今天有没有涨，好不好？这哪一档股票？啊，这样很明显呐，哪一档？就跟 WiFi 6有关的，对不对？会是利基吗？利基今天也涨停啊，但是我没有做利基哦。301的杨志，有没有？今天跟你开盘印证。你假日打电话进来的，有扫描的啊，或者是你是我会员朋友的，我请问大家，昨天我有没有开始带你动作？全国会员哦，懂我意思吗？全国会员，我昨天有没有带你动作？
今天直接跳空涨停。有个老师一直在骂，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哪里得罪了他，很奇怪哦。这个57台的某个分析师哦，他早上都有连线的、啊，他很奇怪，只要礼拜一我讲的股票、哦，他都很喜欢怎么样，隔天就一直骂啊，这个很烂呐、啊，怎么样就一直骂。这个原本我没有注意到，很多会员打电话进来跟我反映，那我也觉得很奇怪、啊，我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了，对不对？每一档股，我每次讲的股票你都要针对性。上个礼拜光照也是一样，我讲光照你就一直骂，一直骂，一直骂，对不对？你就一直骂。然后很好笑的是什么？他有骂其他老师哦，有一个老师哦，这边在讲红那个红旗哦，啊也是大涨啊，这边呢他就一直骂红旗很烂很烂啊，结果今天自己在连线的时候呢讲红旗有多好。我就觉得到底这个有点摸不着头绪，他的判断的标准是什么、啊、还是针对人、啊、我觉得同业嘛、啊、大家不要这样子、啊、各凭本事，对不对？也不要去攻击人家的股票。你去看像我各位，我什么时候攻击过别人的股票？我都把点点做我自己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啊，算了，我也不想讲了、啊、那如果这个老师有看到的话， 我只能跟你讲啊，如果我哪里有得罪你的，你跟我讲一声，我摆桌请你，好不好？把这个结解开了，不要每次我讲的股票你那边一直骂、哦、越骂它就越涨，很奇怪，对不对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恭喜会员朋友今天又是跳空涨停，对吧、啊、虽然有人不认同啦，但是我刚才就讲了嘛，这个市场上武当派的、峨眉派的一大堆，每个派有每个派的教主嘛，都很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峨眉派也很厉害啊，武当派也很厉害啊。但是我讲现阶段的气氛是什么？现阶段的气氛，我讲的基本面派的不见得占了上风，反而是那种有想象力道的、欸、更强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恭喜全国会员朋友，虽然说你看他基本面很烂啊，但是我讲他要转机性，有没有？转在哪里？转在这个地方嘛。我讲他准备要切入 WiFi 6嘛，啊 WiFi 6切入的情况之下，他是联发科集团的嘛，啊联发科现在的 WiFi 6的晶片已经跟你讲了涨价两三成的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供不应求啊。所以未来元宇宙要用到的 WiFi 6晶片一定是更多。我今天来不及，没有时间跟你讲细节东西，没有关系哦，你就大概听就好了。就说元宇宙它一定要用很多 WiFi 6的东西啊，所以联发科供不应求的情况之下，把订单给谁？一定是给杨志嘛，就那么简单的逻辑而已。那你说啊，过去为什么不会涨？因为过去联发科没有涨 啊，现在联发科有涨了，当然它会涨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也不会在今天涨停板，我请你去追吧，有没有？你跟着我做，轻轻松松大赚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就不要再臭屁了。我们继续往前看，下一档呢，这才是重点。要不要再来一次？再来一次好不好？再来一次好不好？把电话拨通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来。2022荣耀回归，就看第四季888长虹专案，让您信心十足，一路长虹。长虹专线02-8511-3366，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Live 直播。来不及，来不及，上线，定上线，上线。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。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
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分享成功的经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，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是令人很兴奋的。富裕人生邀请您一同加入应料华尔街，欢迎再回到节目现场。好，各位，杨志，这一次我们的操作非常成功，大获全胜，对吧？我刚写错，这是昨天的走势，今天的走势这样子，直接跳空涨停，对不对？这未来转机性很强啊，非常大，对吧？虽然有老师在骂我，那没关系嘛，那个我也搞不懂，这哪里得罪他，莫名其妙。来，杨志模式，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？再复制一次，就是买完之后他会 ，biang biang biang， 一路上去。好不好？把电话拨通，今天开放60秒的时间，60秒之内把电话拨通的这一档股票直接送给各位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